来来来，姐妹们，大家赶快看过来啊！现在我是在新竹国宾这边，要跟大家介绍是新竹国宾的晚餐。有看到现在强滚的人潮，全部是客满的。我好不容易排到，现在才进来，我是排到候补哦，刚好有候补到。那现在先跟大家介绍是冷盘的部分，冷盘的部分有看到这个呢，哦，油葱扁豆，扁豆扇贝啦。然后这边是南瓜，南瓜螺肉。这边可以看得到是香辣椒排笋，这是苦瓜，这是凉拌那个松露拌的面，松露哎、欸，是松露哦，松露哦。这是嫩鸡沙拉，新竹国宾的生意真的强强滚，他们家真的餐一定要提早预约，晚餐都是客满的，强强滚客满的哦。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冷盘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到有这个是鲜蚵，还有这个蛤蜊鲜菇。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熟虾，白的熟虾，熟的熟的哦。这可以看到是很像是鱼片，现在这边左手边看到都是冷盘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看到是冷盘的部分，苹果鸡柳条，这边呢是比较属于养生的，有点像素的部分，就是冷盘的菜类部分，养生区。搭配这个芝麻酱，水果沙拉。然后这边我们看得到呢，这边是属于熟食区，熟食区这边还有你可以拿个夹子，它夹子把它放在这边，它是属于油面哦，油面啊哦，新竹的米粉啊，来新竹吃米粉，还有这个他们最经典的一定要吃他们牛肉面，把夹子放在里面，它就会送到你的桌上去了。烫青菜这个一定要吃，国宾的经典牛肉面一定要吃，必吃的哦，超赞的哦。新竹的米粉还有庙口的油面，那你可以拿你们桌上的那个夹子把它丢到里面去就可以了，完全是现煮的哦，马上煮的哦。还有新竹的贡丸，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还有这边熟食区的话呢，这边属于蒸类的哦，属于港点啊，这边是牛肉丸、玉米糕，茄子，这是真的茄子，田螺乳酪派，这是小洋芋，奶黄包，这是真的南瓜。好，没完喽，这边一区要非常多区哦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是日式烧肉区啦，日式区哦。这是小朋友喜欢吃的日式烧肉，月亮虾饼，啤酒炖排骨，哦，三杯鸡口味的披萨呢，三杯鸡的好特别哦。三杯鸡口味还没介绍完，还有再来我们这边的话是属于很多人喜欢吃的寿司区哦，寿司的小朋友爱吃的寿司，
还有再来就是你可以拿夹子哈，综合的生鱼片，它你看到里面有生鱼片，它现切的，你就把你的桌上的夹子放在丢到里面去，它就帮你现切的生鱼片。还有可以旗鱼洛梨沙拉也是现做的，还有蟹肉手卷全部是现做，丢进来丢进来夹子丢进来就帮你做送到桌上去咯。这边可以看一样是手做的寿司区，下面是生鱼片哦，现切的生鱼片。好，那这边呢还有一区呢是熟食区，热的熟食区。这个是炒面，熏鸭炒饭，鸭血，牛肚鸭血，辣鱿鱼杏鲍菇，烤鸭，烤鸭，肉排，肉排。好，最厉害的是上面 一整排，我看到一整排一样是放夹子，它有分什么呢？有没有看到那个？哦，一整只的，有没有看到？烤鸭可以做成烤鸭卷，你就丢到这边来，烤鸭卷就丢进去。然后像这边呢，我们也有牛排，现煎的牛排，黑胡椒牛排，以及羊排哟，羊煎，好、哦，炭烤的羊煎，羊煎。再来是我们也有烤鸡胸，也有烤鸡胸。再来是蜂蜜芥末烤腐猪哦，猪肉排啦，哦，这个是战斧猪肉排，战斧猪排。再来这是什么海鲜？有没有看到石井海鲜凝香茄番茄汁哦？什么特别的？那个就是卷，就是烤那个烤鸭卷，在这边有没有觉得很赞？整只的烤鸭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是素子蒸鲜鱼，素子蒸鲜鱼。蛋菜，哇，大颗蛋菜。炒蔬菜，粤式猪排，丝瓜。好，熟食区介绍完了，再我们就是甜点区也很厉害哦。他们家的面包甜点是非常有名、非常厉害的。我们到另外一区来，你们知道多厉害吗？实在是。然后呢，如果喜欢吃他们家面包的啊，一楼有卖面包。回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一点面包回去，好吗？必买他们家的面包，好吃又便宜的面包。现在可以看他们晚餐的甜点也非常厉害，甜点区非常多的甜点哦。好，我们从那边开始介绍好了。我最喜欢的可丽露，这个叫什么？棋子派。抹茶黑糖玛奇，这个也很厉害呢，舒芙蕾，手工饼干，啊，小朋友爱的棉花糖，草莓棉花糖。这边还有一整区的蛋糕，都是一小口，我最喜欢那种小口蛋糕。觉得超厉害、超强的吧？甜点超多的，还没完，这边还有，这边也是哦。你看龟苓膏，这有龟苓膏，养生龟苓膏，咖啡烧果子，龟苓膏搭配那个蜂蜜糖浆，这是龟苓膏，养生龟苓膏。然后搭配他们焦糖布丁也很好吃哦，焦糖布丁超赞的。还有这个沙布列巧克力。很棒，对不对？甜点超多，超强的甜点吧，是不是口水流满地啦？你看一下，满满的人潮，全部是客满的，座无虚席啊，全部是客满的。
满满的人潮，看到了吗？早餐也在这边哦，早餐也很厉害哦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布丁也很厉害，有没有看到几种布丁？不，讲错了，几种冰淇淋啦。哈根达斯都是有名的，超厉害的。酷盛石冰淇淋，然后这个呢就比较特别，是什么牌子？这个都我没看过。哦，总共有三种牌子的冰淇淋，哎，超猛的吧？超厉害的。光是冰淇淋就有三间名牌的牌子咯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茶包、咖啡区都有，饮料区哦，有橙汁啊、葡萄柚汁啊、咖啡、水果区，这一区里面哦，朵蕾区、水果区，不要忘记还有水果哦。大爷最爱的可乐在这里。这边是水果区哦，今天有香瓜、凤梨、上面那个也是真的可以吃的苹果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苹果。奇异果，今天有凤梨、奇异果，还有上面的是真的苹果，是真的哦，不是假的哦。还有哈密瓜。所以是真的很丰富吧，上面的水果都是真的，完全是。哦，这边还有，看过来，这边还有糖浆，可以搭配这个焦糖的糖浆、榛果的糖浆，很特别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我们在新竹国宾的超级丰盛的晚餐介绍啦。介绍完就是我要来大快朵颐的时候了，我来吃好料大快朵颐了。我们看强强滚人潮，建议大家如果要吃晚餐的话一定要定位，一定要定位，不然真的是没得吃，流口水而已哦。好，一定要定位，他们家真的生意太好了，一定要定位咯。 OK， 我来吃晚餐咯，拜拜拜拜。